友早上好，我是小秋。雨辰呢刚刚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烧了，刚刚跟他量了一下有差不多39度，所以呢我和彪哥呢就现在呢带他去医院看一下，他头特别疼啊。现在昨天晚上还好，昨天晚上就没有发烧，一起来呢他就跟我说头很疼，摸他的头呢就发现发烧了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有点早，所以呢路上都没有人没有车。喝多点温开水。到医院了，多喝点水吧。先做个核酸。刚刚雨辰已经看过医生了，说呢雨辰呢这里扁桃体这里发炎，现在呢开一些退烧水给你喝哈，很快就会退烧了。头痛是吧？早上雨辰发烧，然后带他去医院看了，看了之后呢，就没多久就退烧了。但是呢，雨辰和佩奇说想出去玩，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一下，是吧？嗯的，嗯的。那就现在就带你们出去玩一下吧，好，有的玩就开心一点，是吧？那你们想去哪里玩？新世界。哦，想去新世界是吗？新世界呢是一个商场来的，然后呢上面呢是有一些儿童玩具啊，那些可以玩的儿童乐园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玩一下哈，也很久没有去过了哈。之前的小时候呢，经常带他们去的，现在都很久没有去了。我们一起去吧，好吧？好，走了走了。雨辰说冷，所以呢又给他穿多了一件衣服了。来，坐好来哈，带好安全带。到了新世界啦，我们几个已经进来商场这里了。哎，爸爸嘞？哦，爸爸在后面。嗨，走了。雨辰和佩奇喜欢在这个儿童乐园玩，热了就把这个衣服脱了哈，来给妈妈吧。我们呢已经进来这个儿童乐园这里玩了，佩奇和雨辰呢一进来玩可高兴了，这里呢是20块钱一位小朋友的，然后呢大人是免费的，是不用钱的，所以呢还是挺划算的。他们已经在拼命的跑了，好高兴啊，他们玩的还是值得的。这里小心点哈。来，去找弟弟呀！哎呦，雨辰，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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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开始，妈妈帮我推一下。啊？帮我推一下。要帮你推是吗？要怎么推？这样是啊？哎，跳那么高啊，佩奇！我们呢现在呢拍一张照片，然后纪念一下。1、2、3，茄子。彪哥买了水还有牛奶给我们喝。耶！摇摇车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佩奇转的不晕吗？晕还转。走了，玩够了。也玩累了，穿鞋子吧。走了，来，我来拿水给我吧。我们已经从儿童乐园出来了，现在过来面包店了。这个是吧？这个佩奇看上了小蛋糕，在这里吃哈。嗯。呦呦呦。来了，我们在这里吃了。好多啊。小朋友们最开心的就是有的吃了。妈妈，你的。好的。
哎呀，那么大口啊！没了，来，分姐给你咬一口。哇，你也那么大口啊！来了来了，妈妈帮你拆一下哈，这个。哇，佩奇的这个小蛋糕好有仪式感啊！等一下，不能吃了。老爸尝了一口了。哎呦，好油哈！我这个也好吃，你这个也好吃是吧？彪哥，你这个看起来也好好吃哦。是啊、甜的是吗？哎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！突然这一瞬间，我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，也懂事了好多，但是我却心疼了。有的时候就是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，或者自己的运气就会好一点了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？生活，我一直都在努力的路上，未曾静静的去感受生活。不能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，我的生活对我来说遗憾真的是太多了。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的，必须苦尽才能甘来。甚至有时候我会在想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父母吗？可是总是亏欠父母很多呀。为了孩子吗？可是对孩子却照顾得不周到。为了自己吗？但是到头来自己也顾不上了。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两个字。也许每一个孩子需要的都只是陪伴。每一次听到孩子们说想妈妈的时候，我的心特别的内疚，心存愧疚，不能照顾好孩子，不能陪伴在孩子的身边，不能给孩子最好的。虽然尽了自己的洪荒之力，但我依然感觉一切都是很糟糕。我已经来不及参与我的孩子的成长了，也来不及见证孩子的每一次蜕变。为了生活，我选择了拼搏。我不怕风，不怕雨，我只希望尽自己的努力，给我们这个家过上好一点的生活。努力是为了父母年纪大了，可以多分担一些；为了孩子需要钱的时候，不会囊中羞涩。这就是我努力的意义。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对我们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人生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了，但谁不是为了家庭呢？为了孩子呢？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很累，只是可能累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人生不管多难，抬起头来，为了生活，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也要坚持。我也相信难熬的日子终究会过去的，为了美好的明天，我会继续向前走的。感谢收看小秋的视频，我们下一集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也会走过曾经有你的房屋，也有想起你的